落嚟咧，我哋會有魔術表演喎。以下落嚟嘅表演嘉賓咧，鄧浩軒，佢喺香港活躍魔術喎。咁就熱愛魔術啦，特別係舞台嘅喎。咁曾經獲得2012年至到2013年全港學界校際魔術大賽冠軍。2013年咧，更加奪得國際交流大會未來之星魔術比賽2013嘅季軍。而家更係咧香港學生魔術交流會嘅會長嘅喎。我哋嘅鄧浩軒，可唔可以叫你小朋友啊 ？O K 嘅。係啊，以我年紀應該可以嗌佢小朋友嘅，有請。好。好，多谢先。好，将个台交俾你啦。好啦，咁首先事不宜迟，我为大家带嚟一段我自己好中意嘅表演音乐，唔该。就是一段我自己一段很喜歡的一段表演，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呢？喜歡。喜歡。其實大家有沒有看過關於環的一個魔術？這個是中國一個很傳統的一個魔術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源遠流長到現在？其實是有意思的，因為中國一直很相信一個觀念，就是天圓地方提醒我們人類其實只是很渺小，大自然才是真正的定律。而我會帶來一段很傳統的一段表演，希望大家喜歡。
有一段非常傳統的表演啦，但是經過時代的進步，人類是會進步的。由當初我們很神奇玩緊三個環，玩了5000年，到現在有新的突破，不再是用環去玩這個魔術，而是用繩去玩這個魔術。一段就一段，我哋經過時代進步嘅一段魔術啦。嗱，大家容唔容許我借依段表演嘅時間做少少私人嘅嘢？介唔介意？唔介意嘅。好，可唔可以請一請司儀幫我影一影一張對住觀眾嘅相？希望大家可以露出個 V 字嘅笑容。係啦。好。唔該曬你哋。咁今次我係需要兩個觀眾嚟幫我完成呢一個魔術㗎。有冇兩位志願者即刻舉手？有，好。邊兩位？舉定。呢位，你企定定，企到先。仲有邊位？係呢位，好。你企定先，一陣我落嚟慢慢接嚟。好，首先你先，好。好。點稱呼呢位觀眾？陳小姐，好，跟住落嚟到依位啦，我落嚟慢慢請你上嚟。好，OK， 點稱呼 ？Rivonica， 哇，魔術師記性其實唔係幾好噶。Rivonica， 大家記住啦，當講 Rivonica 嘅時候，伸出你嘅食指，耶、yeah! ！啊，唔好笑算啦。好，嗱，依、這個魔術師用到一副啤牌。如果我在台上面就是叫你，唔該同你影緊一隻啤牌，之後抽佢睇咗佢之後揾翻出嚟，你點睇到啊？所以我今次有新嘅突破，係用數字去玩呢個啤牌。Monica， 我要你幫我一個忙。首先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啱唔啱？8隻、9隻、10隻、10張啤牌得唔得？好，幫我攞住佢，之後兩手撳實佢。是啦，非常之好，證明我哋香港人係得嘅。不過唔好笑算啦。嗱，到呢一邊啦，一樣我會派十張啤牌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十張啤牌。一陣我希望你陳小姐咧，好似 Remonica 咁樣攞實呢十張嘅啤牌。OK， 幫我拎實佢。係啦，咁其餘呢啲咁嘅啤牌，我哋係
冇用嘅。啊，呢、這個動作好瀟灑，但係台下邊嗰啲會唔犀利佢哋噶。好，魔術正式開始，睇住。睇唔到呢度有張隱形嘅啤牌，係睇唔到噶，正常都睇唔到噶，聰明人先睇到噶。好，嚟咯。請問 Veronica， 我喺你嗰邊拎咗幾多張啤牌啊？呢個三隻，即係剩翻七隻，係非常之好。咁呢一邊我頭先擺幾多隻啊？我應該擺三隻落嚟嘅，咁你嗰邊應該有七隻，應該十三隻啤牌，呢邊拎咗過嚟啊嘛，唔緊要，慢慢打開你隻手，逐張逐張啤牌，好清晰抌上去數清楚，一張、兩張、三張、四張、五張、六張。七張，多謝大家，掌聲唔該。咁嗱 ，Remon， 係去請翻個關頭落台先，好唔該你。咁 Remon， 你求得到頭先有十張，叫做七張。咁呢一邊應該有十三張啤牌，麻煩你啦，大聲數出。兩張、三張、四張、五張、六張、七張、八張。九張、十張、十一張、十二張、十三、十四張。好，唔該曬你，陳小姐。好，今日我魔術表演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表演，多謝大家。多謝鄧浩軒魔術師。好，以下落嚟咧，我哋。